屏幕前的各位小撒鸡们，你们好啊啊！那到今天为止呢，是我阳了的第六天了啊，就咳嗽非常的严重，所以我现在的嗓子可能有一点奇怪啊，所以解说的声音可能有点沙哑，各位多多担待啊。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这个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价格的这个千机的珍藏款皮肤啊，不是我买的啊，这个账号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也买不起。一共呢是要468块钱才能把典藏皮以及它的这个珍藏款弄到手啊。我个人建议屏幕前的各位，那么你家里如果是石油佬，你也特别喜欢千机的话，那当我没说啊。但是如果你不是石油佬，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党或者一个普通的玩家的话，我建议你量力啊。这一个东西怎么说呢，468是什么概念啊，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只有1200，相当于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了，这真不是普通人能接受得起的啊。我个人这一次也觉得太贵了，所以我自己没有给我的体服账号买，就借由粉丝的这个账号给大家展示一下珍藏款皮肤的千机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我粉丝给他染的一个色啊，可以放大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特写。它是一个翠绿翠绿的啊，有那么一点杏的淡风的这样一种翠绿色。那这个皮肤它的典藏款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你买的珍藏款就可以随意的对它进行染色。我来给大家染一下看看，点开觉醒这里啊，然后点这个新染就可以对它进行染色。我们可以看见号主已经保留了已经保存了三个自己心仪的颜色了。这个是一个蓝色，蓝色加黄色。这个是一个黑红啊，要更加的黑暗一点。我在这里再添加一下看一看啊。在这个界面呢，你就可以对千机的身体头发颜色以及裙摆颜色、外衬颜色还有内衣颜色进行编辑了啊。我知道你们想先看内衣啊，我也想先看内衣，我就来给大家弄内衣吧啊。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内衣的一个色相啊，当然这个毕竟要防止我们这群老色批整活啊，这个内衣的这个色相它的变化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你调节它的明暗度，比方说我把它调到最亮，它就会变成一件纯白的我把它变成最暗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纯黑色的内衣啊。我很喜欢这个纯黑色的内衣，我们内衣就像这个样子吧。我又看了一下，我发现啊，其实不只是这五个位置，这里往下翻还可以有三个东西啊，一个是头冠，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它的海员背脊，也可以进行染色啊。我来试一试。哦，这是海员背脊的颜色，然后后面的浪花也可以染颜色。哇、哦，浪花可以变成墨水的颜色。哦，既然可以变成墨水的颜色，我可不可以整一个纯黑的千机出来呢？我来试一试啊。来。哇，其实还挺好看的耶，挺有那种霸气女王风格的耶。那我就像这样了，我就像这样了。这个海员苍星四啊，刚刚我整出来的这一个纯黑女王千机呢，就已经给我保存下来了。然后我点击应用，哎，我的珍藏皮的千机就变成一个纯黑的样子了啊。然后在斗技里面呢，它也是显示这个纯黑的样子，就不管是在友方也好，还是在敌方也好。总而言之，我个人觉得可不可以整一些比较辣眼睛的，比方说什么红配绿的颜色来干扰敌方呢？当然干扰敌方的同时也会干扰到你自己啊，这个要自行做好选择。再来展示一下珍藏款皮肤的一些其他内容啊。首先就是它在弑神录展示的卡面呢是一个动态卡面，然后呢它会送你一个动态的头像框啊，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买了珍藏款之后，我记得
它还有一个赠与功能，是吗？对，在这里，在这里啊，你可以那个赠与一份标准典藏款给好友啊，然后呢，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还会给你一个结界啊，结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哦，这位号主用的还是不见月结界呀，我把它换成这个千机的结界啊，叫做浮梦之乡。哦，对了，这个浮梦之乡它还做了一个心境给我们啊。对，那个心境是最应该给大家展示的，差点忘了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心境是点开千机的这个皮肤，那右上角就有一个心境。我们第一次进入心境的时候呢，它是有一段演出动画的。由于我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没能来得及把它录下来，然后第二次进入好像就出现不了了。然后我就这里就借用阿豹的这个演出给大家看一下，借用阿豹的录屏给大家看一下啊。总而言之，就你可以邂逅这个千机，然后呢，你扮演的是一只鲸鱼，我们要先过去把我们自己给复活啊。我给你们看一下怎么把我们自己给复活吧。复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心境进行欣赏了。点一下欣赏呢，就可以欣赏到这个心境的全貌了啊。当然呢，这个不仅仅是用来欣赏，它有一些互动的按钮啊。我给大家按一些互动的按钮，一起看一看吧。我现在用的是这一个桌面模拟器啊。来，OK，他说完话之后，你应该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交互对话，哎，然后他就说：“金刚想起你，你便出现了。”尝试跟他亲昵一下。然后，哎呦，这个是可以回复他一个小表情啊！啊，别跑啊，我还没交互完呢，大姐姐。来，现在跟他玩耍。哎呦，你这笑声，好好好，要一直开心。你这笑声好像还真像什么黑化女王似的，这笑声。来，再跟他交互一下，尝试能不能跟随他。OK。哎。哎哎哎！我点出了一个，这是什么？这是彩蛋嘛？你呢？你会感到孤独吗？会，不会，不会，因为你在。像我这样的直男，算了，还是撩他一下吧，撩他一下。ありがとう、そばにいてくれて。好。みんなは今这是什么情どう况？してるの？哦，有一些交互的小动作。哎，我看看能不能再点出这些小彩蛋啊！我来总结一下我刚刚发现的一些彩蛋吧。啊，就首先上面这一只鲸鱼这儿，你如果点击这一个鲸鱼，然后千机就会过来坐在这个鲸鱼的头上开始唱歌。
如果你在和他交互的过程中呢，出现了唱歌彩蛋，你还可以对他的歌声旋律进行点歌。比方说我这里点一首哀伤的旋律给大家听一听啊。除了刚刚那些功能之外，我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彩蛋。总而言之，在心境中所要做的只有欣赏和陪伴。然后除了鲸鱼，现在我们的主角是鲸鱼之外呢，好像累计登录九天还会解锁一个小光球，但我个人感觉还是鲸鱼更好看啊，是不是？然后这些是一些调整位置的一些东西啊，然后这里是照相啊什么的。总而言之，这就是心境的所有内容了啊。展示完心境之后，就相当于这千机的珍藏皮的所有东西就给大家展示完了啊。但还是那句话，不是石油佬的话你就不考虑了，这个东西还是量力而行。你如果实在喜欢的话呢，就是买一个普通的典藏皮也是可以的了，你说是吧？那制作本期视频的目的呢，也是给那些非石油佬玩家云体验一下这一个皮肤吧啊，也非常感谢号主的付出。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